这小区是附近最好的房源了，房租性价比也很高，一个月是6000，挨一付三，外加一个月的中介费。这么贵啊，能不能便宜点给我们？林小姐，这已经是最低价格了。这房子你也看到了，房型特别好，房源呢也是非常紧俏的。58同城上面已经有很多人在预约看房了。这样吧，顾医生，你下楼去看看小区的环境怎么样，我跟中介大哥呢，再好好聊一聊。去吧，不着急啊，慢慢逛。这。来，大哥，您请坐。您客气，别客气，别客气，把这儿当自己家啊，坐坐坐。实话跟您说吧，刚才那位帅哥呢，他其实是我的男朋友。男朋友？是的。你刚才还不叫他顾医生呢。昵称，我们年轻人之间的情趣。他真的是我男朋友，而他真的是医生哦。哎，你都不知道，医生很苦的。又苦又累，薪水还少。他跟我在一起，又要养我，又要养家，真的已经没有钱了。您看您行情好，给我们便宜点呗。不是，你男朋友自己不都答应了吗？你干嘛特意避开他说呀？他那是好面子，他在我面前他不敢说呀。